那小子害我是吧？兄弟，有站你前面害你的吗？我是来保护你的。就你，军长，他好像是金乃臣。 军阵前交换人质的就是他。嘀咕什么呢？都别动！别动！放下，放下。既然你说你是周保中，那我问问你，周保中是哪里人？我知道，云南的。那你让他。 说几句云南话，我听听。能整几句？少呀，让他先说。你先说。嘿嘿，我说你们这个李贵啊，真是胆大包天，敢冒充我周保中。能听懂吗？我听着像。那咱们就是真的了，那不正好？ 我不禁真知道，你不是周保中，而且我知道你的名字叫南阳。你知道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他就是刺杀日本驻佳木斯首席长官加藤光夫的赤胆英雄，他叫吉乃臣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哎呦，兄弟，你神了你啊！嘿，我的大英雄。 这回你相信我是周保中了吧？放下，放下！吉乃臣及钟家兄弟向周军长致敬。抗联指挥周保中，欢迎你们。 周军长，我们可找到你了！嘿嘿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啊，咱们不是水火，不讲江湖那一套啊！哎，兄弟们，起来，咱们欢迎同志们来加入我们抗联，大家欢迎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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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烧村子，说是要找什么共产党，结果后来没给找着，就把全村人都给烧死了。儿子，你奶和你娘走的时候遭罪没？奶奶是被日本人用火给烧死的。 那时候，娘把我装进了水缸里，日本鬼子进院的时候，娘咬了鬼子，结果就把鬼子给刺死了。给你们不共戴天，儿子。 爹对不住你奶和你娘啊！本来说好的，过了年要回去看你们，你娘还特意嘱咐我，
说对二姨面不回去，他们已经好几年没见到那个东西了。要是能抱顿饺子该多好啊！你奶和你娘受罪了，你享着一天福啊！ 别哭了，我现在都不哭了。好，爹不哭，爹不哭，爹不哭了。爹，我要跟你一起打日本鬼子，我要给娘和奶奶一起报仇。大鬼子，好，好啊。哎呀，可惜。 我儿是个丫头片子，打鬼子事儿，有爹呢。哦，爹，你是共产党吗？当然是了。爹，现在就在共产党的队伍里边打鬼子。儿子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老百姓。那我们那支队伍也是共产党吗？ 他们肯定不是。那个领头的我认识，他是国民党的，好像是国民党里一个官呢。国民党？对，国民党没少残害咱们共产党。儿子，你要记住了，日本鬼子是咱们国家和民族的仇人，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将来。 你这干嘛呢？你这是，你是做饭呀还是放火呀？你别弄了，别弄！哎，别弄了，听话，快快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哎，快坐到这儿，坐到这儿，坐到这儿！哎呀，你都成大花猫，哎呦，来来，自己看一看。 干净了，你拿镜子瞅瞅。啊，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？给买了个礼物。你买了一件新衣服，试试。过来，看看，过来，试试看呀。 自己拿着，拿着，嗯，真漂亮，喜不喜欢？喜欢就好，喜欢就行。
文丽，哎，来，燕台来一个。这样，对，哎，这个，这样，我知道，别吵。不对，手这样，这样不对，对，对。20岁的生日一定要过的，这可是一个女孩变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开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老了？对呀，你就是一个漂亮的老太婆，让人羡慕吧。哎，那说好了，今天都不许偷懒，每个人拿出自个的看家菜，然后给桂清过生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做一个猪肉炖粉条，这个我拿手。啊，那我也来一个。小鸡炖蘑菇怎么样？怎么全是炖菜呀、啊？那我就做锅包肉。好，真的呀，志明姐，听说锅包肉可好吃了，你家请我还没吃过呢。小心再吃就吃成一个小胖胖了。哎呀，人家桂清过生日，你瞎凑啥热闹啊？就不能跟着一起正当光？好了，那我也不能闲着，虽然我平时在家不做饭。但是呢，今天给你们做一个木须肉。好呀，行，做啥？就算做成猪食，我们也吃。哪有人说做饭做猪食呀？你傻了？好了，猪不跟两个人见识。不过我今天心情好，就算我做成猪食，我也让他一个人全吃了。好，我吃，我全都吃，这就行了吧？哎，文丽。你说你做个啥菜呢？既然大家做了这么多菜，那我就做个主食，我做碗面吧。好。哎，好呀，长寿面，你看文丽想的多周到呀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咱们现在一起开始动手。好，干活。来，小心。熟人，你肯定是经常在家干活吧？我打小跟我父亲过，家里的活都是我做的。难怪的。哎，那你这出来了，你父亲谁照顾呀？父亲前不久去世了，我是来找我哥哥嫂子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没事儿。哎，那你哥哥嫂子找到了吗？要不这样，你把你哥哥和嫂子的名字告诉我，我呢托几家报社让他们登一个情景启事，你看行不？好啊，太谢谢您了。那一会儿别忘了把他们名字写给我。哎，还有，要不在你哥哥嫂子找到之前呢，你到我们厂里来，我帮你安排工作，和大家一起干活。嗯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好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。那我先做饭了。哎，我过去忙了啊。哎，
吃吧，弟兄们。大哥，你看，这咱们吃的是窝头，他们怎么是菜粥啊？啥菜粥啊？那不是叔爷熬的粥吗？这好像是给吉乃臣送去的。吃吧，这是我们军长让给你做的客餐。哎，我说老哥，还有啥事儿？你能不能跟军长说说，不用给我单独做，我看你们吃的就挺好，我就吃那个就行。这个你自己跟他说吧。哎，吃了枪药是怎么？我们以水代酒，祝桂卿生日快乐。好，以后我们的生日都要一起过。好，来，干杯！来，生日快乐！干杯！生日快乐！这次任务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那大家就散会吧。啊，散会去。好。进来，军长，吉乃臣同志找您。啊，快让他进来。是。军长，没事。来来来，快坐。喝点水。啊，谢谢。啥事儿？我想回趟佳木斯。回佳木斯？嗯。这太危险了。
加藤光夫，包括我们，都知道你销声匿迹了。你这时候回去，如果让他们发现了，这不是引火烧身吗？我有任务在身，并没有完成。而且，我想回去看看我爸。南山，一直有件事儿啊，你可能还不知道。我这件事我早晚都得告诉你，我就跟你说了吧。嗯，你说。是这样，你用加藤一郎置换你的父亲和郑志明之后，你的父亲他。他在转移的过程中牺牲了。我知道你和你的父亲感情很深，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我入伍之后，我爸曾给我来过几封信，虽然信里面都是怪我骂我的话，但是我知道他想让我回家。我爸对我有误会，我没能多陪他在身边，改善我们的父子关系。现在把他连累了，人死不能复活，想开点啊。我一定要杀死加藤光夫。在我接到任务离队之后，我曾经向党国宣誓，要誓死铲除加藤光夫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个仇咱一定要报。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南山，你是一个志在忠诚的军人，执行命令是你的天职。我还有些话，我想跟你探讨一下。你说。你看，加藤光夫虽然十恶不赦，但你要好好想想，即使我们杀了他，但是他们还会再派一个加藤光夫来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整个日本强盗，所以。我们的策略，并不是要杀掉加藤光夫，而是想办法从他那里得到日军高层的机密情报。只要我们掌握了主动权，我们就能一举打败他们的阴谋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共产党的策略。我更希望我们能联手在一块儿。但是，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，过去有什么恩怨，啊，但这一点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。谁踏上我们的国土，践踏我们的人民，我们就一定要打倒他，让他永无宁日。你说的很对。但是，你是个非常优秀的爱国青年，我们希望能给你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。让你发挥最大的才能，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我想请你仔细考虑一下，我们会完全尊重你的选择。我会仔细考虑你说的话。好，
饿了吧？赶快去吃点东西，这几天够累的，好好休息休息啊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干嘛呢你？别走，别走，在这儿。搞破坏是不是啊？啊，干什么呢这是？你是不是特烦我呀？我干什么事儿了，惹你这么高兴？你没惹我不高兴。那我咋了？俺爹跟俺说了，俺爹说你是国民党，国民党是屠杀共产党的凶手。俺爹告诉俺，不要忘记俺们之间的仇恨。军长有急事，是冯大林吧？军长，是我。你进来吧。是。军长，啊，报告军长。冯大林，什么事儿？金乃臣不见了。走，去看看。周军长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感谢您一直以来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因职责在身，我只能暂时告别，望有朝一日再见。令父致志民的信一封，请择机转给郑志民，谢谢。九爷到。同志官师长，马上派一个连的兵力给我下山。是，军长。你这是要去抓他呀？啊，山下也有鬼子的封锁线，他一个人过不去，我们去送送他。是送我兄弟啊？那咱自救会必须得去。走，哎。习惯吗？习惯。我给你俩看样东西。嗯。你记得你上次跟我说你跟你嫂子信息吗？我把它登在了几份报纸的广告栏上，你看信息对不对？对对。看来呀，找到我哥哥嫂子有眉目了。还有啊，我先生呢是在警务局工作的，所以我会通过他的关系再去帮你找。志明姐，真好。傻丫头。哎，对了，你要把你哥和你嫂子过去住的那个地址告诉我，我好让他们去找。哦，好，好。志明又来给我送饭了。啊，饿了吧？嗯，辛苦了。你看这么
我来吧，你坐着歇会儿。没事。来来来，你趁热吃。行，我给你倒水。哎呀，刚才啊，大个子、小个子他们去叫我去食堂吃饭，我说我不去，我只吃郑家饭，就是我的贤妻给我做的饭。来，行，你别忙活了，赶快喝口水。你赶紧吃，趁热吃。哎。觉得有点凉了，没有，木耳好香啊！来，醋溜白菜我最爱吃，这下饭。嗯，吃这个，来这个，嗯，真好吃。今天挺冷的。嗯。喝水。嗯，你吃。嗯，这个味儿真香。汉琪啊，嗯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地址，你看能不能查到这个地址原来的住户。这谁的地址啊？我们厂同事，他找他哥哥和嫂子。前段时间吧，我就帮他在报社登了寻人启事。这我这突然不是想到了吗？你这可以帮忙查，兴许还能查到呢。志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咱能不能少管一些这种闲事儿？这人家有困难嘛，帮帮也是应该的嘛。上回你就因为帮人家忙，弄了一个什么嬷嬷来。差点招惹了日本人，日本人都是些什么人，你清楚不清楚？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想你比我更清楚。正因为我清楚，所以我真的不希望你去招惹他们。我们这么做，如果让他们知道了，会让我们陷入到危险当中的。孙汉奇，你怎么什么事儿都怕呀？大事儿也怕，小事儿也怕。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在自己的家园，这日本鬼子都侵略到我们的家园了，难道我们什么事儿都不做吗？得了得了，日本人为非作歹，有人在战场上跟他们正面作战，轮不到咱们。再者说了，你毕竟是个女人家，那女人家就得有个女人家的样子。那你说吧，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？一个女人家就应该遵守三从四德，相夫教子，安守妇道。在家帮助丈夫，一起做好生儿育女、传宗接代的事儿。几千年来，中国的女人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宁愿一个人生活。嗯，志明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讨论这些的。你看吧，这事儿你能查还是不能查？我这不能。算我求你好吗？这个忙咱们真的不能帮，要查让他自己来查。志明啊，这个事儿你就别插手啊。孙汉奇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，你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就是因为以前太惯着你了，什么事都顺着你，才把你惯成这个样子的。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好了好了，你不用再说这些了。你就说吧，能帮还是不能帮？不能帮。以后这个家我说了算。
你是谁？这家是否姓刁？他们已经搬走了。伤寒，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这家的主人跟我是叔伯兄弟。等你很久了，进屋坐吧。你的战友呢？牺牲了。这么长时间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受伤以后，一直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伤。后来我遇见了共产党抗联队伍。抗联？对。这么长时间，你一直都在抗联那里？是。我这次没能完成任务，发现抗联的人都是真正爱国的人。还有就是，我这次任务没有成功，我希望可以留下来，继续完成任务。还有就是，我申请，少帅可不可以派一支队伍过来，跟抗联配合，共同抗日？不可能，我们的队伍已经撤走了。撤了？那老百姓怎么办？就不管了？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，你的职责是听从命令。好，那我呢？我留下总可以吧？不可以，从现在开始你哪里都不能去，上级会派人来接你。我哪儿也不去。我告诉你，你们谁愿意走谁走，你们不打鬼子，我自己打。站住！敢违抗军令！郑主任在吗？啊，郑主任在办公室呢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有个紧急情况，李凤尚不见了，我的枪也不见了。
反正一回来，人跟枪就都不见了。现在更糟糕的是，抗联那边通知我们，三天以后他们就会到达佳木斯城外的经营地点。且咱们赶紧准备一套护送李凤山出城的计划。那老师知道这事儿吗？知道了，不如赶紧派人找。好，我马上通知大家。哦，对了，董先生还说，尽量派那些见过李凤山人秘密执行这个任务，知道人越少越好。我明白。那我就先走了。